的叶秀一。所以很感谢大家冒着风雨呢来参加我们的音乐响宴。那非常感谢一起的同诸位，二起的陈诸位跟今天风雨所有的贵宾们，感谢你们今天参加今天的音乐会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，也先预祝各位今天晚上有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。我们的主委陈志强，陈主委在哪里？主要是谢谢光明建设还有一起的很多人在这里面做了很多努力。我想今天大家最期待的是听音乐，我就不多说，占大家时间，非常欢迎大家的光临，谢谢。首先我也是要感谢风艺公司啊，没有风艺公司，我们大概也不会有今天这场晚会。那风艺公司他这家企业，他就是在营造一个很完善的文化，让我们这个住户能够凝聚在一起。
件事情，那就是社会公益，还有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。希望各位如果能够赞同我们的理念的，跟我们一起来功德无量。谢谢大家。